哇，别看了，不能吃，站住。我爹呢？店里呢？哦。哎，你们干嘛去啊？找我爹啊。哎呦。没空跟你闹。哎呦。哎。你们帮扶进去啊。三儿，醒了。请问，这里是地狱吗？地狱哪有这么好？张雨山，哎，雨山，哎，我在呢。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？行，我答应你。我走了以后，你千万不能让谭氏那个小王八蛋顶替我的位置。对了，火化之前能不能帮我塑个形？我不想这样做。好。三儿，哎呀，你醒醒，100斤的面粉蒸个大寿桃，没见过你那么大个废物点心，现个身还能把自己搞晕过去。他是怎么把自己搞晕过去的？哦，医生说他大脑分泌了太多饥饿信号，让身体产生了很多低血糖的错觉，所以才晕过去的。爹，你看在四儿都这么辛苦的份上，您就做回原来的豆腐吧。有了，来喽！大和豆腐店特区健身豆腐。那可不成啊，既然开始了就没有放弃的道理，只许成功不许失败。你们几个要是觉得恶心的话就先出去。快来继续啊。在我们那里啊，这一招是给牲口们用的。牲口啊啊！有些马吃的太多，浑身肥膘不堪驾驭，就用按摩术帮他们减肥，增加肌肉。雨山，我真是服了你们了。三儿，你自保吧。三儿，自求多福吧。
陈三呢？好久没见到他了，怪想他的。他一定会来的。大家好，今天是第二届北京一中校草选拔大赛的决赛，也就是校草的加冕仪式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将从前十名中选出本期的校草。下面我宣布，他就是高三五班的宋翔同学。天哪！怎么会？是赢得了胜利，恭喜你。